该困的人是永远叫袂醒的啊！伊若真正要假困，我敢袂坏咯。无你讲啊，咱即摆安怎做？叫我大家叫清醒。个猫弟啊！安中醒。啊！哇！真正是伊呢！真正是伊早对我上盖好个小师妹丽萍。先生，拜托了，我甲你拜托好不好？那无，我介绍我是西米店，和你带人去学西啊。那是爱人做报，我替你报好不？袂啦，我无啦，我就想要甲师傅安尼学看风水啦。哪有你这款人啦、啊？帮你想出路，搁三叫四叫，出去！那不我真正对你无客气哦。好啦，我嘴就大，刚会使饮一杯茶才走。啊，唔对啊！哎，是你啦！来，谢谢小姐。头壳顶的花，足水的呢。啊？呢？啊？哪有这啊？而且，你看你的耳啊，哼，够钱呢。你还变魔术的？真出名呢，现在才变的。这真简单啊，啊，不过我可能无法度在这边留伤久，是嘞，无法度甲你教。先呢？老板娘，看你真开个花啊，安尼幸福快乐，我实在足幸运的。我妈妈甲我放生的时阵，听讲伊是残废，所以无法度甲我饲。啊，若无，我想阮老母应该甲老板娘同款，顶住佮善良。有可能的呢。姓邱，咱厝内底吼，确实是需要下手来斗三工。啊！你过一阵嘛，唔是要去谈家替人看风水？啊，厝内底有一个较少年的会当过门，唔是嘛袂歹。伊根本就是怕蛇水过桥，请伊到过门。伊若无请好入门哦，咱就偷笑啊！这款人袂当信任。神的，我真正无这个心啦！啊，若无怀疑我嘛无情无情，那是我有做啥物唔对的代志？你让我讲是好不好？无要紧，好，拜托了，我给你拜托了。冲杀啦！警察，你拿个炉哦，我报警才赶紧走。啊，好啦，你把我现在就给，莫甲别啦，哪里有绝对是你哦、喔，我先走啦，啊。小姐，甲头家娘，拢真同情我，我就唔相信今仔日落袂着朱新秋。小姐，头家娘，先呢，我来去。哎呦，你先坐哈。无啦，拄好先呢站一卡。不是，我是讲，我紧张，我就会吐血。快紧，我休困一下，我去外口休困一下。哎，袂用是啦，你安尼蛮不灵，内伤是安怎啊？我一寡去看医生了。哦，你敢行会出去？你安尼行半路昏倒啊，是要安怎啊？姓张啊，啊你歹受人学西啊，就讲一声，那就共站啦。啊你有安怎无？无啦，我头小可戆戆了。哦，无紧。哎，你行出去啦，你最好。行啦行啦，最好啦。来啦。多谢恁。都会做长工啦，咱家吼无欠一块碗一双碟，放心啦，我袂让伊甲你低调的，免得你误看风水。收唔收长工是一回事啦，互伊收了好势，再阁讲。你免理佮呀，你当心带来阮家。多谢多谢师傅。你是敢讲去？我无讲要收你做徒弟，
你家家是长工，不要得寸进尺。多谢头家，多谢头家娘啊！阿夫人，你干嘛要来抓煞来考班啊？啊，有啦，我不管是弄炸天辛苦的，啊有迄人出门哦，啊精神较无好，啊加减卖考考的，精神会较好啦。啊，想讲你要创啥？我是要提这啊，来饲伊迄多啊。我保证伊不再掉在咱面头前啊，继续搬去啊。可恶！这颗陈良心竟然用这款手段来试探我，我一定要认掉你。江德兴，你清醒未？阿弟啊，阿平，之前你甲我讲讲这脚底啊，有一迄刀上界疼，啊，你什么所在我袂记啊？哦，那这每一个人的身体状况拢无同款啊。你吼、哦、是第二支针头下底迄毒阴穴较疼，迄是因为你的胃唔好才安尼。那你吼、哦，刀型吼，伊上界疼疼点吼，都是失眠迄个。以后，那以后那咧困袂去，安尼翻来翻去吼。啊，我拢哦对迄失眠迄个所在，安尼甲刺落去哦，哦，我挡袂牢，跳啊哀哀叫呢。失眠穴。嗯。哦，那是伫倒位？遮啦。这颗失眠，竟然去帮助陈忠信，真正是真我来洗我话，一点啊阿母真魂拢无咧带念啊。哦，安尼我直接为这甲刺落啊。哦，干爹，你这招真正做有效的呢。啊，都还袂甲刺落去啊，干德兴就知影要听，赶紧爬起来。啊，恁那这样侪人围在我身躯边啊？哼，嗯，哥想要大家继续骗哦。家风拢甲阮讲啊，你已经彻底清醒啊，而且你嘛想起来你就是干德兴，你还搁想要骗哦？我若想到你吼，利用乌册来转身去无的身躯顶。我著做个足沉重的，想袂到你甲落尾啊！你还阁唔放阿我煞？我若是讲哦，阁继续安心糊涂来陪你做这歹失德的代志，我以后去山顶那边来见鹰团的哈、啊！原来哦，原来当年的江道行已经借乌车力量转生啊，才变成今仔一款。行起来，啊，唔较紧嘞。等者，那呢？你讲要提何来报仇嘞？是啊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。这朱新昌，是非不分，不落你去唔到，是有目的的。讲我要提这本破册，纯歹心要提，帮助歹人。结果嘞？我实在袂堪去啊！这半年来，我替因家安尼做牛做马，病顶做到流汗，病脚嫌到流烂，讲我是歹囡仔是无？我啊，那阮会做歹，做贼啊，把这本破册偷来卖好你啊！你讲了无唔对，朱信昌也是一个颠倒是非、黑白不分的假性。这不是破册，这是一本吼珍贵的宝典。那是朱信昌吼死脑筋加成功啦，一直在唱调调。那较早摕出来吼救人济济，唔知会用做偌济功德啊！这囡仔是真的呢。这本册，敢真正有遐值钱？你嘛看过朱信昌偌厉害，敢毋是？你有这个钱，你等于弯道高飞啊！这
江德兴甲朱信昌是死对头呢。我甲一本乌册卖乎伊，敢真正会用来救人济世？煞煞去，家己都歹筋斗翁啊，搁在遐替人看风水。原来江德兴当年讲的拢是好听话，迄拢是骗我。乌册根本就毋是一个宝典，更加毋是用来救人济世的好法术。若无丽萍因遐人，哪会安尼气噗噗，要来做江德兴算账？你之前啊，利用乌册下术害阮陈家龙过线的，为了要转生，伫咧超强的身上，你阁害死白燕一条人命。到今嘛，你还阁好活伫这世间，安尼敢毋天道？成阿讲了无唔对啦，进前告你的官司哦，每一条我拢袂放你煞。啊，你紧把你的身体养好，到时阵才入去龙阿来等死。你有够未？有才条件，我一定面哦，甲告赢啦。啊，若无，恁个罪名，我无一条会承认。而且，我要甲我律师团讲哦，继续甲恁啊，控告到底。我当年一时无心的过错，偷摕乌册来有监督性，才造成这么多的祸害。不过，我即卖已经是当年迄个被监督性骗甲玲珑坐因啦。我即卖是顶港名声下港上出名的变身啦。我若唔转来哦，好好修理监督性，真正袂偷看。爸，妈。我小心发落去现在公道的，绝对袂当有江德兴这样轻松就逍遥法外。陈文耀，亲像你这款的，根本就无资格做江家的孙家仔啊！只要有阿弟的一天，我就无可能把草叶嫁乎你的。你有啥物明讲这款话哈？你要同意，还是唔同意？无人会要紧啦。不管怎样哦，我一定会支持阿外的意愿啦。还佫有哦，你唔通去学袂记的。你即卖身份是江中人，是我的养子。你对阿外婚事有啥物资格在咧叽叽嘟嘟的？哦，你这查某是？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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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足疼的，骨头要断去啊！哎呦，哎呦。这位先生。不知你叫做什么名吼？啊，我是不是赶紧来通知恁厝内面的人过来一撮？别麻烦啦，别麻烦啦，我孙伯海吼，无某无够啦，穿衫破肩胛头，讲起来吼，我上轻松搁自在，我跟你讲。你讲你叫孙伯海，你是不是当当年要拜阮爸为师迄个孙伯海啊？我会记，我当然会记。哦，你就是丽萍嘛，对不？哦，龙潭都是哦，越来越水呢，好哩。原来是孙北海啊，那真多好。原来伊就是当年偷摕乌车来赌钱迄个少年呢。哎，讲起来你嘛实在是真不是款的呢。枉费，枉费，当当年我甲阮妈搁替你讲话呢，啊，结果嘞？你跟我爸学就无半年的时间，哼，无讲一声你就偷偷离开，真正是。哎，丽萍奈安尼讲，敢讲伊唔知影我偷摕乌车的代志，先生哪有可能无甲伊讲？孙北海为朱信昌爷偷乌车来花的代志，朱丽萍无可能唔知影，奈阁安尼清口何解讲起当年的代志？喂！啊！哎，共生共生，你是在想啥啊？啊，找无理由搞因哦。哦，无啦，我有私人的理由吼，才无甲你讲啦。这，哎，这久的代志，我想着吼，再甲你讲啦。孙伯海啊，你上好是莫相信哦，朱丽萍一挂人讲的话啦。啊，若无有一天哦，伊若知影你做迄件代志，甲你拆破面，反头过来甲你一撮。